麦将军这是要拿我练手啊？这可伤不到我。我要跟你成亲。这两盒都包起来。一尺九。臂展二尺二。肩宽一尺二。二尺三。既然喜欢，就买下了吧。我不喜欢。那你喜欢哪些？让他们包起来便是。我喜欢这个。就他吧。还是木的好看，木的温润，不易伤人。常将军，你的戏该结束了，是该收场。放下武器！报告元帅，你的兵已经被我们围剿，本府由我来接管，元帅勿要担心。玩够了吗？哥，外面都搞定了。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你赢了我那么多次，也该让我赢一次了吧。弓箭手和禁卫兵都已备好，以防不测。常玉庆，勾结细作，绑架元帅。各位先出去好好想一想，该如何向朝廷汇报今日南下刺客刺杀元帅一事。若是想不好，今日的死伤人数恐怕只增不减。带走。走。大逆不道，走。老子不会放过你的。走。韩曼，你开始问吧。你想问什么？当年和你一起杀我父母的人，他们是谁？
是不知道的好。到临头还嘴硬。当年同我一同去省国公府的便是你们省都的玄武军。你是说和你一起杀我父母的人是朝廷里的人？那主谋是谁？说。即便你知道了也只能徒增仇苦，仇恨伤身。我希望你能放下。阿曼，杀他无济于事，我向你保证，你把他交给我，你想要他的命我随时都可以拿给你。来人，在在，先把他绑到乌合狼柱上。是。哥，哥，石达春一直不出现，咱也别等了，直接拿吧。那要如何向朝中解释？细作混入城中，不是刚好有人背黑锅吗？不行，你难道要让我把你嫂子交出去吗？只是假借细作之名，到时候偷梁换柱，还真能把我嫂子交出去啊？去吧。得令。穿上女装了，我刚刚还以为我变心了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那我应该在哪里啊？我明白了，你这是在乔装打扮你自己，等我救你出去呢。哼，我来了，走。